只为这颗我终于最明白。2021年，王力宏遭李静蕾的雷神之锤诉说十二罪状，这一切直到2023年经法院宣判离婚。2年半的时间，他选择独自承受努力，步步从低谷，让事业重新回春。回顾王力宏于2021年12月16号在中国大陆代言汽车，没想到隔天就遭前妻李静蕾发表一篇长达5000多字的毁灭文，而品牌在王力宏代言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解除合作，并求偿将近9000万元台币，成为史上最短命的代言人。目前中国大陆北京法院则裁定王力宏胜诉啊，并在判决书中指出并未找到任何关于他行为不端的证据。此外，之前某微信公众号脱氧硬糖散播一篇严重诽谤和虚假指控，指称王力宏与徐若瑄有不实的关系，法院裁定该微信公众号的指控构成对王力宏名誉的伤害。对于陆续胜利的官司，王力宏始终正面以待。有时候生活会让你跌倒或跌进谷底，你必须找到方法爬出来，或许花很多时间很多力气，但只能不断攀爬，为正义奋斗。近期传出大陆节目歌手2024以实际行动欢迎王力宏全面回归，此事成为许多粉丝关心的话题。这个节目很棒，正在直播，你们在看吗？但如果想听二哥的 live， 欢迎后天来石家庄，哈哈哈哈哈哈哈。从举办演唱会 One 力宏 One 一个王力宏复出，到中国大陆各地音乐节演出，看着一路守护他的家人、工作伙伴及歌迷，王力宏内心百感交集。得来不易，让我更懂珍惜。不管是每一个演出、每个音符、每个台下的笑容和手掌声，都比以前更加有意义，我心里充满感恩。回复单身的王力宏接受本刊访问时，对于感情没有说死一句，我没在寻找，也没有排斥，看来未来还可以期待有个家哦。